老天，我领着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站起来，中了就有故意杀人的嫌疑，说轻了也算不上了是吧？好，再跟娘的磨叽，老子可就要去卫生间开荤了啊。你说就一混蛋，我又赢了，瞎了眼了，我让你俩处着做兄弟。不是我放不放他的问题，是他苍龙不会放过我的。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谁他妈也不是脑残。属下，我不想怎么着，我就想弄死你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呀？要是有一天你准备对我动手，提前告诉我。你试试，谁敢信老子废了胆子？怎么了？弄错了？这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今儿就是他骂你的叔叔不是？别表样！我去！记住了，打你的是轰隆的大哥。去！老好，知道义薄云天怎么写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老婆就这样，不愿意问你滚，自己的屁股自己擦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怎么地，动手吧。我去，哥，炸弹呀！事儿才刚刚开始。